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uki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Yuki です。哦，菜包。这是我们去马来西亚新山旅游的第二天的早上，我们在饭店里享用早餐。带大家看看这里的早餐有什么。这个是烧麦，有一点点马来式风格，还有马来人的菜色，用三八酱做的料理。这个还有羊肉咖喱，旁边有起司跟火腿。沙拉霸的旁边也有现榨的果汁。柚子喜欢吃凤梨，那几天吃了很多凤梨。在新马的饭店里面也都会有印度的料理，还有现烤的印度薄饼。你等一下再吃甜甜圈吧，柚子又想吃甜甜圈。嗯，你先吃完这些。哎，你怎么用那么少？你没有用蛋哦。这里也有白粥可以吃。饭店早餐的面包都是现场现做的，可以闻到烘烤面包的味道，很香。面包的旁边也有蛋糕甜点区，这个是我的最爱。第一轮的早餐拿好了，还加了一碗拉萨面线，因为前一天吃了太多油炸了，所以早上多吃一点生菜。这个羊肉炖咖喱超好吃的，味道很浓郁，超下饭的。连不太爱吃羊肉咖喱的 K 先生也觉得这个羊肉咖喱做得很好吃。嗯，好吃。现在在饭店，如果看到有拉萨的话，我都会忍不住来一碗拉萨面线。我觉得拉萨的椰浆咖喱汤头的味道真的不错，很好喝，很浓郁的汤头，很喜欢。是不么回事？这是第二轮，第二轮就会拿甜点，还有水果。好像水果那个的。水果没得打呢，さっき水果もなかった，今水果あった，よかったね。Pineapple 啊、oh, ，Pineapple 好き？很甜吗？吃完饭店的早餐之后，我们中午去饭店的楼下去吃这里的肉骨茶。哎，是这一间顺发吗？一走出这个饭店，旁边就有很多餐厅。柚子小心哦！这旁边有两间肉骨茶店。这两间肉骨茶店在网络上的评价都还不错，就带大家去看看马来西亚新山这里的肉骨茶。这里的店面通常都会有好几摊，而且这饭店晚上的时候楼下也是很热闹，很多餐厅也都开得蛮晚的。三个人骗什么？我们要两人份的就好。豆皮，然后我还要再加金针菇，两个人加宝贝金针菇，还有，再加这个丸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还有生菜油条，油条好了，然后再两碗饭。这里的肉骨茶是算几人份的，人数不一样，锅子的大小就会不一样。之前在新加坡吃的时候都是一人一碗的，这里的方式就是加的料全部一起煮成一锅，我觉得有点像在吃火锅的感觉。我们今天特意点了油条，谢谢。请问等一下可以加汤吗？可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吃了好几次的肉骨茶，我们都没有加油条。很多网友都有留言告诉我们，吃肉骨茶的时候一定要加油条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加点了油条。今天要加点这个丸子，还有这个豆皮，金针菇也是加点。它本来里面就会有一些那个什么排骨跟那个肝，就这个一下就泡软了。回来。
丸子的味道就很像台湾贡丸的味道，是好吃的那种。最近柚子很喜欢吃肉骨茶，他每个礼拜都要吃一次肉骨茶。加的汤是很烫，这里加的汤是滚烫的热汤。还有加汤吗？我觉得它这个味道淡淡的中药味啊，你这个但所说那里够苦奶，它是也是属于清汤，可是它没有什么胡椒味。那个芒那嘎那个可以吗？黑色的肉骨茶跟白胡椒的肉骨茶的中间。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去另外一间吃过，这两间的做法是一样的，都是淡淡的中药味的汤头，不是属于药炖黑汤头的，但是也不属于胡椒味清汤的，我觉得是介于他们两个的中间吧，所以这个可能是马来西亚新山这里的做法。不过像这样子淡淡中药味的汤头也很好喝，这个汤不管喝再久都不会腻，都可以一直喝下去。柚子也很喜欢这样子汤泡饭一起吃。好吃吗？你要说中文还是要说日文？好吃吗？说美味哟。那中文呢？好吃。好吃可以说长一点吗？好吃。如果没有加料的话，它汤里面本身就有排骨、蘑菇还有猪肝。最近我们吃了很多不一样的肉骨茶，虽然汤头都会有点不一样，但是排骨每一间都炖得很软，很好吃。这天我们点了两人份的肉骨茶，是马币28块，再加上又加点了金针菇还有油条之类的，这一餐我们总共吃了47块的马币，所以台币大概是340块左右。ゆっくり味わしてる。確かにこのスープはずっと飲める。うん。なんか濃すぎないから。そう、ちょうどいいね。这天柚子吃肉骨茶也是吃得很开心，在慢慢的品尝这个汤头。虽然吃得满头大汗，但是还是继续喝着这个汤。这个油条泡着汤吃也很好吃，油香油香的。油条美味しい。ご飯の代わりみたいに。全然ご飯がいらなくなる。初めてね、油条も美味しい。第一次加了油条吃，味道真的不错，难怪很多网友都有推荐一定要加油条。你这热汤喝光光了，你做饭不要靠脸。最后柚子跟 K 先生把这个汤喝得很干净，喝光光，柚子还露出很满意的表情。吃完了肉骨茶之后，我们叫了一台 Grab 计程车，要去迪沙鲁海滩。从我们的饭店到迪沙鲁海滩大概是60公里左右，这一趟的车费再加上9.9块的高速公路过路费，总共是123块马币，台币大概是900块左右，一个小时又20分钟左右的车程。路上问了师傅，在马来西亚新山这个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大概是1块到2块左右，1块多到2块这样。因为我们要去的路程比较长，所以是9.9块的过路费。这一路上看到整片的天空，我觉得很蓝很漂亮。旅行的时候看到这样整片的天空，心情就很舒服。在中间的时候，我们过了一座大桥。最后，我们看到了一些商店，还有一些度假酒店，就表示我们到了迪沙鲁海滩度假区了。
这里的墙壁上还有艺术瓷砖。这一间度假酒店看起来很像一座城堡。最后，我们终于到了我们要下榻的饭店了。好久没有来到像这样子的度假饭店了，心情很兴奋。这个饭店的大厅看起来很宽敞，看起来就很舒服。去看一下那前面，带大家参观一下这个度假酒店。这饭店也有自己的私人海滩，海滩的旁边还有一个小酒吧餐厅。接着带大家去看我们入住的房型。哇哦，这饭店的对面也是另一个度假饭店，天空好蓝好漂亮哦。今天的房间 ，Oh my god， 有没有开心？哦、oh. ，嗯，哎，那什么？这间的饭店也是用信用卡点数去换的。我们本来是订两张单人床的房型，因为这一天这个房型已经客满了，再加上 K 先生是这个酒店集团的会员，所以很幸运的饭店直接帮我们升等为套房。哇，好漂亮耶，今天的房间。哇，柚子你今天睡后面。之后没多久，饭店又搬了一张单人床放在客厅。哇哦，我这边有两个 bedroom、不是，有两个厕所，是不是？今天的房间真的好漂亮耶，好久没有住这种高级房高级房间。你打得开吗？哇，今天这个房间好棒。我们要谢谢芭比常常出差，累积很多点数给我们住。看海的小孩。Pool， 啊そこに行く。哇，它的水很大一瓶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柚子说这边太高级了，他不习惯。柚子，这个都免费，不用钱呢。芭比，因为芭比出差有很多 point， 他用我们用点数去换的。素晴らしい。谢谢芭比常出差，刚刚不就跟你讲了吗？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度假酒店的泳池还有餐厅。这里有一间纪念品的小商店，这个餐厅也是吃早餐的地方。这里整个气氛很好，很有度假的 feel。这旁边就是泳池了，风景很漂亮。之后就带着柚子去游泳了。Thank you.
Oh, it's beautiful. Thank you. 这两杯饮料也是因为会员的关系饭店送的。柚子喝的是果汁，另一杯是啤酒。在点饮料的时候，我还特地跟工作人员说，可不可以来一杯拍照会很漂亮的饮料？不要再拿了啦，你就这样这个放好好的，不是很漂亮吗？柚子也很享受这一次的度假。这好好吃哦 ，mousse。没多久，饭店又送来了迎宾饮料跟蛋糕，把柚子的单人床也搬进来了。这好好吃哎！柚子这边还有啊，这边还有叉子。这两种口味的蛋糕都好好吃哦。游泳后肚子饿了，很快就吃光光了。柚子整个晒黑，晒很黑，小黑人变成小黑人了。这天的晚上，我们又叫了一台 Grab 计程车，要去这里另外一个度假村里面的餐厅，要去吃海鲜。在网络上找到这里附近的一个海鲜餐厅，价钱很实惠，而且评价也不错，离我们住的饭店大概6分钟左右的车程。它是在一个度假酒店里面的一个餐厅。这个度假酒店算是应该是当地比较 local 的度假酒店，它里面有泳池，而且好像还有马的表演，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鸟园。这度假酒店里面也很宽敞，有好几个餐厅。酒店里面还有一个便利商店，因为我们住的饭店里面没有便利商店，所以打算吃完饭之后再过来这里买一些东西。这个度假饭店也是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海滩，也是很漂亮。这里跟我们住的饭店是不一样的风格，我觉得有点像来到了巴厘岛或是普吉岛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当地的度假酒店气氛也是不错。我们要吃的就是这一间的海鲜餐厅，这里的龙虾跟螃蟹是称重的。那个感觉来到了巴厘岛，这里的餐点很丰富，饮料也有很多的选择。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来吃虾的，因为我跟柚子很喜欢吃虾。这里除了螃蟹跟龙虾是计重量算价钱以外，其他的海鲜料理都是已经一份一份弄好，有固定的价钱。丰富哎，还有 whisky。它这里的价位都比我们住的饭店的餐厅的价位都还要便宜一半。像这样子比较 local 的当地度假饭店的话，价钱真的都会比较亲民一点。像这样子的六只沙爹台币只要130块左右，我觉得在观光地的话，我觉得价钱算是很便宜。K 先生点了一杯调酒。这间餐厅的出菜速度很快，餐点一下子就上齐了。菜上齐准备要开动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只大苍蝇。那个蚊子的，赶蚊子的，好可爱哦！最后一切终于准备就绪，我们开动了。这个三八虾酱炒青菜超好吃的，有点像泰国的虾酱炒青菜，但是又加了三八酱，所以味道更赞，但是就是有一点辣。
虽然这个沙爹的鸡肉有一点硬，但是它的酱汁做得很好吃。这个沙爹酱的花生甜咸比例刚刚好。你把它当筷子。你把刚刚沙爹的那个叉子当筷子。这个青菜虽然很好吃，但是对小孩子来讲，我觉得有点太辣了。辣做什么微信？我们点的时候不知道这个是辣的。微信呢？这个好好吃、哦。柚子觉得太辣，他没有办法吃。嗯。最后的时候用了馒头蘸了这个沙巴酱一起吃。接着要来吃这个老虎虾，虽然这个老虎虾不是很大只。但是这一盘大概有八九只左右吧、价钱也是算蛮实惠的。这一天我们没有点很多的海鲜，是因为我们家的 K 先生有痛风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点很多的海鲜。这个虎头虾我们点的是蒜味的，虾肉很鲜甜，很新鲜，很好吃。因为青菜太辣了，所以我们就给柚子吃旁边的生菜，还有炒虾的配菜。美味しいよ。看到柚子满足的表情，就知道这个虾有多好吃了。柚子也很喜欢吃虾子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好吃。还加点。吃完之后又觉得还想要吃一点，所以又点了炸虾饼。这好吃，你不加吗？这个炸虾饼是鱼浆里面包了很多的虾子，像虾饼一样，像那个泰式虾饼一样。这虾饼的口感也很有弹性，很好吃。好吃，好吃。吃饱了。柚子最后吃太饱，吃不下了。还有一个。吃饱之后就去逛逛这度假村里面的便利商店，这里面有卖泳衣，还有一些纪念商品，还有小孩子海滩玩耍的玩具。这小拖鞋好可爱哦，金鱼的。これね、これずっとずっと足つぼマッサージだから、これ。啊？他这边没有在卖红酒。299卖啤酒，阿朵金，还有卖真露，他就只有卖真露，还有啤酒。真露修高，太厚了。Nico的就问，因为这里是属于观光区，所以它的商品的价格会比较贵一点点。我们花了38块马币买了啤酒跟一些饼干。外面不要，里面啊。又到了隔天的早餐时间了，再带大家看一看这间饭店的早餐。虽然坐外面的气氛很好，但是外面真的太热了，所以柚子选择坐里面。这个热狗看起来就是比较贵的热狗，我觉得这个热狗看起来就是比较高级一点。这里一样有现场制作的拉萨面，也有印度料理跟马来料理。这里的印度咖喱看起来也是很好吃。
包的种类也是很丰富。这里的可颂牛油加的很多，很香，很好吃。这里也有拉斯拉玛可以吃，它已经一包一包装好了。旁边也有现场在制作拉茶。又要开始享用我们的早餐了。旅行就是这样，边玩边吃，吃很多。在旅行的时候就是尽量吃，不要想太多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放松一下。回去的时候就是在慢慢的节制，在慢慢的减肥。这一天又忍不住去舀了一碗白粥。早餐的时候就是会想要吃这种温热的东西。最后又是甜点时间了，这里的可颂跟这个斑斓松糕都很好吃，尤其是这个松糕上面是椰子口味的，然后下面是斑斓口味的松糕，这两个搭起来好好吃哦。最后第二天的晚上，我们去这个海滩的酒吧去吃晚餐。我们没有点很多，就点了三道菜。这个餐厅的菜色是属于比较时尚一点的，用馒头去包炸虾。因为这里是五星级饭店的餐厅，所以它的价位真的会比较高一点，不过味道也是做得不错。这天本来想要在这里浪漫的吃晚餐，没想到风实在太大了，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，一点也没有浪漫的感觉。下次我可能会选择乖乖的在餐厅里面吃就好了。这次大马旅游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好久没有像这样子度假的感觉了，整个心情很放松。旅游结束后回去要好好节制一下了，期待下次的旅行。最后，今天还是很感谢你从头看到尾，今天的片子有点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柚子，今年四年级的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Good boy。